女友瞬间听话的搞笑场景。那又喝中药啊？咋让你喝个药那么费劲呢？哎，不喝不太苦了。一点也不苦。哎，不！你等着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宝贝，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如何让女友乖乖听话？亲爱的，到点喽。来吧。亲爱的，吃饱了吗？放松一下，玩会游戏吧。好主意，你们俩打伸手。干完活了。亲爱的，今天辛苦啦。水都放好了吗？当然啦，是你最喜欢的水温。我过去。你又吃冰淇淋，你不知道你不能吃啊！你给我，你到时候肚子疼，我有本事别哭啊！赖你吃冰淇淋，谁赖你不听话？好了好了，我给你泡红糖水给你啊！今天我要让霸道女友乖乖听话，趁她不注意拿走她的手机，先改备注。再换上他爸的头像，为了真实删掉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。猎杀时刻。谁呀？哦，我老爸。哦，我大哥呀。不是，你笑什么呀？管我，没笑。你又笑什么呢？我笑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饿了，你去给我做饭吧。怎么又是我做饭呢？嗯，哎呀，你去嘛。我去，我去。我才不要做饭。哦哦，我去做饭，我去做饭。就是啊。不用了，你坐下吧。啊？那我点外卖，我突然想吃外卖了。原来老哥说话这么好使吗？再来个刺激的。嗯？小北，你为什么突然拿个小板凳过来呀？这多不好意思呀。小红，过来给我捶腿。好。哎呀，不错不错。这表现不错啊。哇哦，来自三个。在家怎么叫我？老公。出去了。小哥哥。碰到漂亮小姐姐怎么说？小姐姐，我哥哥喜欢你，能留个联系方式吗？嗯，可以。